我跟你讲，法魔剑士呢是转透，那主要这集主要是看技能，还雷轰顶。OK，那代表其他职业也可以看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今天练我们原本这只，等等你，原本这只魔剑士，然后我觉得大家蛮期待这个职业的，练给你们看，就这样。都没有线管了。为什么他不会帮我那个？自动。